据媒体报道，第91届奥斯卡颁奖前后都充满话题争议。影艺学院本就希望压缩典礼时间，因为没有主持人，颁奖靠人撑场，也加速了整个活动进行。但典礼上仍穿插小意外，像是颁发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时，副总统三位得奖者因为致辞敲不拢哀轰，史上最烂得奖感言。